哎，电梯快点啊！你在烂电梯。 嘿，欢迎，这里是连假郎，各位朋友们好啊！相信很多人已经玩过《幽灵生还者》了，目前看到的评价好像不是很 OK， 好像说没有什么故事，不过我还是来玩看看好了。那就先从枪店老板吧，进行强忍悲伤剧情。 本故事诉说一场不会实现的未来，一个不会破晓的黑夜。罗伯特肯多看着身旁娇小遗体，然后将枪对准自己。此时老友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，突然传来，阻止了他扣下扳机。哦，所以不是他枪走火。罗伯特搭档，听到请回答，我找到逃脱用的直升机了，尽快和我会合，我会在这里撑到你来为止。 那家伙一向很顽固，他一旦下定决心，就绝对不会改变主意。艾玛，原谅我，爸爸要走了。罗伯特站起身来，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。哦，哎呦，哦，所以还是有故事嘛，只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带过了。 下水道汇合，地图，自己店里有没有东西可以搜刮？哦，哎呦，老板有啥？哎有哎，哎呀，仅用无线电录音，这里是米歇尔，米尔斯警员总部，听到请回答。 这里是总部是什么状况？有一种新的怪物，它们眼睛会发光，看起来诡异透顶。我的伙伴在极近距离开枪解决其中一只，那玩夜死了，却同时释放出某种紫色烟雾。可恶！警员，请冷静一点。我的伙伴直接被那团烟雾喷中，现在他一直咳嗽不停，他好像没办法呼吸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 要用霹雳气体解决这些东西吗？比方，我们正在和保护伞公司的人的研发人员确认。闭嘴！那个气体不对劲，他们不但没被杀死，反而发生突变啊！哎，what the？ 为什么也是金色的？ 哎，门是开着的，哦，所以我是要走这边出去喽。他不是说下水道，所以不是这里哦。真的锁住了，他不能回去，不能回去家里。好。 音乐完全不一样。哎，为什么他们？这种看起来变得有点诡异啊！该走哪里啊？ 哎，小姐，原来这模式没有难度可以选的，跟第四生还者一样。怎么有个背个奇怪东西的僵尸啊？它会爆炸吗？哈哈，真的！啊，这个太好了。 炸他个龙叮咚！其他地方没路，下水道，下水道。哦，哎，箱子不能用。
打字机也不能用，柜子也不能开。我把那家伙引过来，然后让他一起被炸掉。哎、欸，过来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不是你过来呀、啊，你过来我就得炸掉你嘞！命中！喂、欸，你哪来的？啊！靠，我没有动，没有小刀会。哦，看我身上只有蓝色药草。喂，你走开哦！那些紫色的是什么鬼东东啊？感觉那紫色气体看起来不太妙。哎、欸，阿舍，让个路啊！阿舍，让个路啊！你很挡路哎、欸！阿舍，让个路！好、啊、都没有物资可以捡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又有背着背包。反正闷下去，喷什么啊？哦，感觉烟碰到就很不妙。哦，武器也可以丢弃，如果肯。哦，高级火药，耶！麦格农和我没有麦格农啊，哦，啊，借过，呜呼，爆头。下水道，那感觉应该就不是这里吧？果然，只能走下面。送你个龙叮咚！这是什么啊？一台物品发放机能提供您取走一件物品，你未选取物品便无法再取得，因此啊，还有这样，闪光弹啊，好了，药草可以了，还扭蛋呢、欸，这根本就是另外的小游戏嘛，哎呀，下面这些人看起来就很不妙，哎、欸。哦哦哦 ，shit shit shit， 我想，啊啊 ，shit shit， 错赛，啊！走开！叫你走开呀 ！Get out！ 哎哎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
哎、欸，电梯快点啊！你这烂电梯！哎呀，靠！被咬那一下，我快死了。等拿走一样。滚！呜！物资交出来！哇，高压电枪！shit！ 啊，还两个一起啊！不要啊，我肉那么多不好吃，我肥肉多不好吃啊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啊！完蛋了 ！shit！ 啊啊！枪店老板要再次死去了。切，真难呢，对我这种手残来讲。冲啊，枪店老板！那、啊、网络评价上面写，到底是谁说很短很容易的？这是小心翼翼的前进。哎，没有人叫你们，没有人要你们起床啊！躺好！啊！别挡路！残废了吼！躺下吧你！高压电枪，哦，耶！反正没有限时间，应该稳扎稳打的前进。傻小，耶！物资物资，快闪快闪！没有东西，靠，不会有巨幼体吧？哦，藏着糖果机呀、啊，糖果机，红盒药、散弹枪弹药、手榴弹。再带一个补血啊！真的很难抉择哎、欸，想说血应该比较多啊，我就知道血，血，完蛋了，没有东西可以防。啊！我靠，你们又从哪冒出来的？
啊，可是橘右体只要穿过就没事了。糖果机啊，糖果机啊，战斗刀闪电之音，闪电之音，可是我没有在啊，好难抉择。哦，拿这个好了，不能下去，哇！嘣！火药，火药哎！等一下，什么声音啊？为什么橘右体的声音啊？不是橘右体啊！啊，谢谢谢！谢，躺下吧你！我靠！Oh shit！ 胖子让路！嘿嘿嘿嘿，啥嘿啊？啊是啊，我走错了。你走开！跪下！跪下！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那边有人带物资哦。啊靠！哎呦，物资物资。好，这边没东西，哎，缆车也不见了。滚！够够够！我到底还要走多远啊 ？Oh shit！ 电电电电电！哔！啊！电到超回答！哦 shit！啊，剩一发了！哦 ，shit！ 拜拜拜！哦 ，shit！ 啊靠！啊靠！啊！电死你！啊靠！啊靠！啊！
靠，这边也太多人了吧，这怎么过得去啊？完蛋，怎么是这一只抓？最好是这么刚好啦，哪只不抓这一只抓，死定了。血机车又要再走一次，很烦呢。为什么枪店老板都把散弹枪装饰发啊，真奇怪。快跑快跑，没抓到就掰了，没抓到林北就懒得理你了，电死你。拿背包，拿背包，物资啊！我没有多余的可以做闪电之鹰的弹药，不就白拿了？跪下，跪下！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靠腰！那边有他们，靠！为什么有一只植物躺在那里啊？快闪快闪！我还在挫赛，我只有四发子弹，我怎么过这边呢？我在挫赛，什么都没有啊！这边除了这个死胖子肌肉体，什么都没有。看我门怎么关起来就不能开了？Get up! Get up! 我躲过了。我靠！有够晒的。过了，过了。坏好友，你在哪里？过关。人力发电厂，高压电箱，什么东东？装饰老虎。装饰可以装饰画面装备，按下 R 进入装饰画面。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东啊？老虎、绵羊，还有鸡，这根本就只是恶搞的小游戏而已嘛。